在南海郡的任何一个地方，您都可以同时眺望大海与高山，真可谓得天独厚。这里不仅有韩立海上国立公园中唯一的山地公园，还有景山菩提庵、忠烈祠以及上州银沙海滩，所以人们常说南海是美景与美食并存的宝岛。那么让我们了解一下南海的美食吧。看到这一片密密麻麻的竹马丁，这里便是用传统的方式捕捞竹房提鱼的竹房莲。由于这里水流湍急，常常能够捕获到肉质劲道的提鱼。不使用渔网捕捞的提鱼身上没有伤痕，所以价格也是普通提鱼的十倍。南海提鱼美食的首选佳品还得说是提鱼生鱼片。将当天捕获的竹房提鱼切成薄薄的生鱼片，再用米酒调和，加上洋葱、水芹菜、醋、辣椒酱、美味佳肴就做成了，是不是看着就馋嘴了呢？원래멸치는기름성분이많아서물에올라오면금방죽고상합니다그래서산지가아니면맛볼수없기로유명하죠그만큼한번먹기어려운음식이기때문에크기는작아도당당히생선의중의왕이라고말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在生菜叶上放上一大把提鱼生鱼片，再配上沿着南海方生长的辣味十足的大蒜，海的味道便会在嘴里融化，这真可谓最佳的美食搭配。此外，用生提鱼做的提鱼汤拌饭，以及紫苏叶和生菜包而出的提鱼包饭，也同样让你能大饱口福。体格虽小，味道极好，在南海您可以品尝到新鲜的盖着之王提鱼生鱼片，可千万不要错过啊！밥도둑이따로없습니다비리지않고깔끔하고고소한것이난생처음맛보는해맛입니다명품멸치를생으로남해죽방면멸치에맛보세요맛보세요